大家好，我是罗小白，我是 Priscilla Abby 蔡恩宇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雨昕。它的价值核心是什么？还有忘恩爱，最大的就是这个爱的当中。我在这边学到的是，我的价值不是在网络上的一个赞，因为你就是上帝创造的那个独一无二的人。大家好，我们在 The Stage。经过 Stage 这个舞台，觉得好像就是更有自信了。那有梦的年轻人就上吧。